交通部公路总局西部滨海公路南区临时工程处，为了强化机关同仁对新修正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会变化的认识，落实政府推行用工法案，在西滨南岗处五楼会议室举办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会变化的新制介绍专题演讲，也特别邀请到财政部财政咨询中心政风室主任陈秀辉来担任演讲人。西滨南岗处副处长朱玉静表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会变法自1907年12月13日施行，以及同法施行细则1908年8月1日正式颁布以来，法规变动的幅度过半。修法重点包括考级、甲、奖品等利益案件会变规定，公职人员甲机关系人的范围，事前甲老甲事后公开机制。事务运作无容易落实，公务人员常常有困扰。如果是本法是用公法案最新的修正规范，为了有利本处受规范对象充分了解相关的义务以及规定，提高政府施政效率，所以办理这次的专题演讲。公务人员的利益冲突回避法的新修正条文，那我先引用曹子在《君子行》里面的一段话：“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理，理下不正官。这以前我们上听到的瓜田理下，就是要避嫌，避免在做瓜田理下做一些事情让人家误解的时候，刚好回应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公务人员利益回冲法里面主题会呼应。那我也希望透过今天主任的讲解，大家针对这个法令条文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我们执行业务上面不要去处罚。以上演讲内容除了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会变法的修法重点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说，另外配合图表切合西滨南岗处实际受规范的进行讲解，使参加人员印象深刻之外，更详细说明事务上常常看的利益案件面临冲突需要会变的情形，比如机关人事措施以及涉及采购案件时，公务人员也就是机关系人应该事前跟老师新婚服务机关事后公开等等规定，更是规定以对外事的相向意见进行交流，使议会者受获良多。最新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